大家好啊，我是大吉。今天大吉带大家做一个光环的教程。首先我们在这个空地上打一个3×3的方块，之后在这儿往下打一个洞，然后在这个洞里放上转轴方块，这些地方就用方块填上就可以了。之后在这个方块的上面放上电能线，把这些电能线都连起来，往上再连一排，大概连成这个样子就可以了。之后我们在这儿放一个电路产生器，让这个电路线亮起来，然后把它们打掉就可以了。之后到这边放两个方块，在这个方块前面放上发射装置，在发射装置里面装上脉冲键，这里给它多放几个。我们到这边来，在这边再放一个方块，然后把这个打掉就可以了。之后在这个上面放上电能线，放完电能线之后我们给它调一下时间，调完时间之后在这儿放一个电路产生器。之后我们看一下吧，这个脉冲键就转起来了，大家看像不像光环呢？我看着挺像的。那我们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，小伙伴们你们学会了吗？学会的话就抓紧做起来吧。大家还想看大吉做哪些视频，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告诉我。